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看。是什么？哎，我开了，看，开一下去，我开呀、啊。你会恐龙上天？你会开哦。看得到啊。来，我开啊。看一下是什么啊？什么好东西？哇哇，好恐怖！哇，好恐怖！哇，好恐怖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什么？哇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你不怕呀？这个你就不怕？你看这个还有尾巴，它会咬人吗？装尾巴上去，哟，还有灯灯亮的，你看，哎呦，生蛋的哦，生蛋，有恐龙蛋，恐龙蛋哦，这个是，哎呦，还有好多小恐龙，你看，大哟，这个是霸王龙。哟，这是装蛋蛋的，它会下蛋的，它会下蛋的。恐龙，你拿去给弟弟看，装尾巴先，给弟弟玩吗？拿给弟弟看，给不给弟弟玩？会，拿去给弟弟看一下先，我帮你装电池。弟弟，拿这个电池会有用。弟弟也来，给呀、啊，给弟弟玩一个恐龙蛋啊！看看这电池有没有电？开，开，弟弟。好玩吗？等一下先、啊，我帮你开，帮你开。这个恐龙你又不怕呀？哇，好多小恐龙！哎呀，真是搞得满地是。哎呦，好多小恐龙哦，还有栅栏。有恐龙的儿子。你拿什么？恐龙蛋。恐龙蛋会发光的不？哎、嗯、呀，不发光了，敲一下。看看有没有电线。哇、嗯，这是树林。树林，树林，这里树林，小树林啊，这个树啊，这开关，恐龙是长在树林里面的啊。哇哇，会走，霸王龙，你看，会走了，你看，我怕了，咦，你不怕的呀？这样才不怕，那个鲤鱼，你又不怕，哎呦，好怕哟，会咬人的吗？这个鲤鱼你又怕，这个鲤鱼不怕。它嘴巴不能放下来，它还可以喷东西。鲤鱼比恐龙还可怕哦！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啊，起码有100个就有恐龙，看它怎么喷的。这里是放大的。嗯。鱼、哎。哎，放下来！哈哈哈哈！好大了，你看，会生蛋蛋。还有，对。它那个要怎么喷呢？哦，要放这个。嗯。它放这个。嗯。对呀、啊，这里。喷水，喷两个水吧。喷水，你看喷水啊，你看，喷气了，哟，好厉害哦，哟，会喷气的哦，咦，要下蛋了，下蛋了，我往这里放，生蛋了，下蛋恐龙哦，阿姨这么会买啊，下蛋恐龙，玉米爸爸。哟，我好怕哦！我又怕哦！哟，哟，我好怕哦！喷发物，哟，它会喷水的还是喷雾？喷水雾啊！喷水你怕不怕？喷水小猴子你怕不怕？怪了，恐龙你又不怕了，那你别就怕了，傻瓜！别喷水了，它走了，来，它走了。它会喷气的，来，它走了。爸爸现在怕呀？那你刚刚都不怕，现在你又怕呀？哈！哎呀，怕不怕？不怕不怕，给他装蛋蛋好不好？快点装蛋，给他生蛋蛋，快点！红色的，生蛋了。红色的，生蛋了。咚咚。它会喷什么？你看，喷雾起来，出来了，你看。水呢、怕吗？啊？怕吗？现在就怕了？啊？现在才怕呀？哟，还有好多小恐龙哦哟，你看。还有。还有啊？它会吃小恐龙吗？是假的呀，你怕？那是假的呢。给小恐龙给它吃吗？刚才姨妈放水进去的呀。对。哦。它不咬了，你看它把小恐龙给咬了。你要吃小恐龙啊？你要救它下来了。
路走了，抓到尾巴。来，水的姨妈放水进去的，看到没？你现在就怕了呀？啊，这个大笨猪，大笨猪，咬吧咬吧咬吧。我都不听话咬屁股啊，我不听话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我那个咬我，你看啊，那咬我手了，你看，你看它咬我手了，你看，咦，快点，你看它咬我手了，你不起来它过去了，给它吃果果咯，你不起来它过去了。给他吃果好不好？那你吃不吃？好不好？你吃不吃？我要躲起来了，你看，傻瓜，你怕什么了？Hello, YouTube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